还是有专业咨询，其实让民间能够把它需求提出来，再经过国民会决定怎么办，是不是真的开放？但有些资料是绝对不能开放，因为牵涉到太多个资，因为资料开放还是要很小心。那这就是我后来现在在做研究的一个，就是、也许很多东西跟技术方面去解决，就是很多资料不能开放，是因为有资讯问题，就是技术某方面可以解决一部分的资讯问题，这个是目前在看。啊，那个就是这是目前的进展，我想这个就不多说，但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开通的地方非常那这个价值也可以非常高，所以这个资料开通之后可以促进。那这个，这个是讲到这个资料里面有牵涉很多方案，这个就是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要修改我想的商，要去避免我想的，所以经过很多的这个规范啊，或者方案啊，或者怎么样去处理后，那各国人都比较顺利去做资料开放推广。那但这个这里面包括地方政府，像刚才从地方政府里头，那但这个里面就包括。除了发展，还是需要很多在法规面的去处理相关的事。这个我必须要讲一下哈，其实在这个里面，资料开放就去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授权的问题。那授权其实是我刚才讲，就是这个隐私当然是一个问题啊，那隐私有解决的方法。那授权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资料开放之后，别人如果帮我拿去用，那这个到底会不会造成侵犯？授权，然后这个也是经过很多讨论，就用什么样的模式去把资料开放给别人。我们当然是希望资料给别人用，而且就说别人可以尽量的用。可是资料拥有者和资料创造，有很多资料是往外是个人资料，比如说是民众产生的资料，是对民众他的户政资料的时候，那是民众的资料。那当你在做统计之后，你可以做一些分析，那个资料的拥有者到底是谁？那他能不能或者照片或者很多东西都会牵涉到授权的问题，所以授权的问题就会有一个叫创用 CC， 这是一个基本上就是这个创用 CC， 就是简单来讲就是你对每一个东西会有几个条件，比如说这个能不能改变，比如你现在是一个照片，你说能不能转贴是一种权利，转贴是一个权利，那你能不能把它加工是一种权利。那你能不能问卖是一种权利，所以就变成不同的权利。那你可以在你去贴这个照片用这个图的时候，就把可以容许的权利直接就写在上面，那后面就follow那个继续往用下去，就创新性的形式。那所以你在当初贴的时候，你就会对每一个东西会它的可以使用的那个权利的范围会做一点说明，那 后面就是跟着很清楚。但这里面最主要是说几个，就是能不能。不能转用，或者转卖转贴，或者是说能不能卖转卖拿去卖钱，这个都是要先想清楚，不然会造成纠纷。那但这里面就是这个，那政府当然是尽量采取越公平越好。政府在前面出去是随便，不会说你要要用就要付这种钱，像我们像病人会不会往要求要收钱这样的一些事情。啊，那个这个刚刚讲就是说这个需要跟国际连接，那我特别讲到说不仅仅我们在跟国际合作，那个最重要的组织是 Open Government Partnership， 这个 OGP 是每年大概半个亿，这个其实是跟我们台湾，就是我个人去参加过一两次了，那其实都是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它其实是跟联合国有关，那但是因为老共不在里面，所以我们现在还 OK 了，因为他不大注重活动纲领，所以联合国的外围组织很多，他不见得会参加，所以这个我们很积极，因为这个是劳工不会干到的，这我们在里面是挂台湾国旗，所以那个我们去那边看到，反正现在还没有人注意到我们在里面，所以这个互相的要求也很统一的，那我们在里面也发表讲话，但这个是一个，至少过去两年，我不知道今年有没有被劳工注意到。我在那边就讲台湾，那所以那个我们那时候在去年有说我们要加工，那时候先去参加。
那个这个资料有几种啊？就是说，就是那个我们要怎么推动？那就刚讲就是这个有，其实有几个就是办竞赛，鼓励民间来参加，就是政府刚刚公益局说不管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但希望能带动一些什么什么的，然后跟社群的参与。实际上我们说公共电话，我们那个张正的话跟张副院长跟张院长，他其实还蛮喜欢跟这个社群团体互动，常在好几次在国发会或在行政里面就开那个，直接就开那个叫就是 real time 就是 broadcast， 在网络上 broadcast， 直接在网络上开会，直接就是 stream 在网络上，所以你可以在网上就看直接，然后上在网上提问题，然后就是针对我们可以，所以开了好几次会，直接跟社群团体互动，那但这个实际上得到蛮多好的回馈，其实很多人对这个做这个事情是蛮同意的，觉得价值很高。好，我现在开始从这边转到大数据。那大数据，那你是要很多时候就是要怎么用？用的话就是用到大数据的一些，刚才回到资料技术。那这大数据很多地方指的是服务跟技术，技术啊产生的服务。那所以。那这个我想这个标准很高兴大家都知道，就大数据的特性就是对不对，就是特别想这个量很大，然后速度很快，就是要更新速度很快，然后呢种类很多，还是各式各样的，那最后给人加个一是那个它的正确性也不见得100%正确，一般来讲 database 进去都是比较正确，那就因为这个变化很快，所以有些资料是你要求我看的资料是可以用是正不正确，这里面影响到你的决策，所以它可能有不正确的问题，或是它的那个资料的变种类太多。那当然后面就是越有价格，越就是到底建有什么价值，或这当然是其次，最重要是行政性的。那这资料里面就包括就是大数据里面包括很多资料，这个包括刚讲就是产业自己的资料，公司的自己的资料，这个政府可以开放一些资料，然后另外。政府有些教会比较是不大能开放，但是它是可能它是敏感，但是你不能够开放，但是你可能可以用啊。一种例子就是像那个我们其实有一些资料是开放给研究单位做研究，因为那个可以做出研究，对上对政府的决策是有帮助。那个资料并不开放，但是是可以分析的，那你要去跟政府申请，然后你甚至于有时候资料不灵活，说你要做分析的时候，你还到那个部会里面去做研究，做完以后，你只能拿出研究结果，你不拿出原始资料。这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你健保资料库，健保资料库的价值非常高，因为从健保的资料里面，你可以看出对药厂、对医院都有东西，都可以看出东西。比如说你可以看出来说某些药它的效果怎样，你可以从健保资料库就看出来。假如这个人看了一个病，吃了这个药，过两天他要去看同样的病。代表他前面吃那个药是很多，很多这种分析你可以由这种资料库里面去了解这个药的效用，那对药厂来讲就很重要啊，对电脑性也是，对男性用，对女性用，对50岁以上有用，对30岁以下有用，这种很多资料在健保资料库会提供很多资讯，这个资讯如果能够分析，其实很多药厂会愿意花钱啊，但是这个资料因为很敏感，所以要很多程序在帮忙。那当然就是有些是敏感，有些是敏感。有些是敏感的资料，那有些是根本就不能开放的资料，就是因为很新，牵涉国家安全的。所以政府在上面分好多类。那到我们刚才想讲的是那个公开的资料。那我现在刚刚讲在做了一个研究，就是说看能不能有些。技术啊，就刚才讲说去视觉化技术，让很多资料可以从敏感资料变成公开资料，但你要把敏感的部分掉或者疏离掉，那这个是如果你能够做这个事情，就这么看很多资料是会变价值。通常有价值资料都有牵涉敏感的，因为牵涉到事情，所以有价值资料看都有敏感，所以你这个要清楚。不然的话，如果看到资料是比较没有什么产业价值，因为它比较会牵涉到一些。个人化的因素，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会解决啊。
现在就讲说我们要开放资料，那资料放哪里？那怎么去？那个就说政府资料很多，当然几万项、几百万项，这样可能几十万项。这个资料放哪里？所以而且放了以后怎么样？这个因为你要到，就说你要到各部位去找资料，然后去做运算做什么，其实是蛮麻烦。所以那时候有个概念，就是说国家国研院有国网中心，它里面有很多 server。那时候这也是让前院长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就叫国网中心拿出一些设备，然后让各部位把资料摆上去，可以你要做研究就到那边去拿资料去做研究。假如这资料是敏感的话，你就去这个国网中心里面做研究。那国网中心有 office 有什么去，那里面有各部位的资料，你可以在那边做跨部位的这个运算和查询。那这个还在进行中，这个但这个遇到很多障碍。那这个就是当初的一个构想，所以这是由国网中心提供一个运算的平台和技术，然后呢让大家去上网可以去用这些资料做很多分析，做很多研究。这里面就是包括，其实这里面为什么会这样做一个原因，包括刚讲的健保资料库，因为健保资料库很不能离，他们有的时候资料库离库会不能够把资料放出去，所以放在那时候想着放在一个。像国网中心的一个地方，算是为了服务的机器。那你要做研究，就去国网中心，经过某个程序申请，你就可以做研究。那这个是行的，那就不用去卫福部啊，不用到卫福部。卫福部毕竟它的空间和空调不是为大家做研究申请的地方，所以第一个叫好程序就是国网中心。不过这个，据我了解，这个计划也是在国内，所以讲还没有办法去做。那当然就是有资料以后又要找创意，那创意从哪里来？创意就是从几个地方嘛，一个就是学生，那就是跟学术单位，不只是学生的学术单位，所以有个科技部就是负责一些所谓的研究计划，然后请各大学提合作，啊，看你能够帮政府做什么事情做研究。那这里面又有几个有趣的交代问题，那另外就是那个，当然就是这里面是另外就是由各部会提出需求。就各部位有没有什么问题，他们想解决，然后征求解答，请这个产业界或者学术界来提供什么需求，这样的一个互动。所以因为这样关系也产生了很多希望。好，那另外就是说，另外又成立一个叫做大数据的，就是说大家讲了半天，其实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了解，什么叫大数据其实不了解，然后怎么用，能做什么事，能帮什么忙不了解，所以又成立了一个叫大数据的，就是。找了这个法人，主要是只是为了公益用，然后就去辅导产业，或者政府部会都有去跟他讲说，你怎么利用大数据的技术来帮助，所以这个辅导团就可以提供这个咨询服务，那这个也是在进行中，就这样。但我现在所讲的这些都是会不会因为新政府上台有些调整，我想都是清楚，因为新政府刚上台，但这些都是很好的计划。个人的判断是应该持续进行，但是会不会有些更细部的调整不清楚。不过这个目前确实，这个确实在国里以前确实有这样的一个辅导团，所以这个包括就是如果桃园市政府如果你们有这样的需求，可以找这个辅导团来协助。了解目前是不了解的，但可以做技术上或是有需求就可以去找这样的辅导团来协助。那。这个是整个大数据，它就在上面有个指导小组，那这小组我刚才讲就是有几个部会来一起合作，那这也是一个架构可以发展，那但可以研究很多东西啊。这里面研究一个东西就是我讲，就是前阵子那个就是大数据结果跨部会的资料去结合，就产生一些有用的东西。前阵子大家都在讲说这个我们都没有加薪，薪水倒退。讲的很凶，就是我们这几年十年二十年，我们的所得是倒退，平均所得是倒退。那大家都没数据，所以大家就随便讲。然后那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计划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去研究一下到底这几年是怎么回事，薪水。那这里面其实有很多资料，因为什么？因为除了财政部自己有报税资料，可是你也知道财政报税并不能帮我卡我所得。那另外就是劳动部有健保劳保资料。劳保资料可能在某些地方会比较多，所以你必须要把这些资料去立刻结合去判断到底这个人拿多少薪水，这两个
资料可能还在做一些运算和判断，所以你会需要劳动部的资料，就是劳保、劳健保、劳保资料，你会需要这个财政部是所谓的过去的跟财报税有关的资料，然后去做一些分析，那分析结果就像这样子所显示的，这是从分析100年到103年的薪资所得的变化。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事实上某些领域是倒退很多。比如说像这边来讲，这个是属于这个，你知道跟矿业有关，都倒退很多，因为这个矿业不是很好，台湾矿业。然后跟，但是有些领域是成长蛮多的，成长这个，比如像 R 是这个属于是娱乐与休闲业，他们过去几年是有服务业方面的东西，是成长蛮多的。然后像这个 K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金融业，金融业过去这几年其实薪水也成长很多，所以你若在就说有这样的，在你若不用数据分析，或者看报税资料，看不出完全的故事，也就是说很多故事是放在不同的地方。刚刚讲劳保是要进来，特别是这个劳保交多少钱，那劳保必须是跟薪资所得有关，那你报税的时候在很多很有钱的人是不用缴税，所以你是看报税上是看不出这个收入，所以实际上你把不得不同资料收集出来，真正的数据，这个就是一个例子。所以这个就是用大数据利用这个通分类的，这不说很讲就是敏感资料，但是去做分析产生的结果。然后有几个应用，就是刚讲的政府有鼓励那个产业来使用一些资料来做这个价值的应用。那一个例子，我上因为我个人是审查委员，所以我大概看了20-30份报告，报告说完我记得很清楚。那实际上有很多创意是还蛮不错，利用这个网站啊，有蛮多创意。那时候补助有分两种，一种是你是创新服务，创新服务就是我拿这个网站啊，我会产生一个新的。那这个是一个开头，所以这还有大概有一千的一些公司是做这样。另外一种是既有公司做改善，就是说我拿政府文件打，我改善我公司的营运，或者是就是说不是一个创新，但是我是用政府文件来改善我自己的。那这里面就是像这是应用，它这家公司有趣的是，它是拿他们就是因为台湾，我们很多东西，台湾是希望变成是一个，很多船，比如这个运货运到台湾，然后再转到大陆。因为台湾是一个，就说大型邮轮进不了上海港，或者进不了一些港口，所以很多他们会做法是那个大货轮在高雄，然后转小货轮跑到对岸，跑到那些对岸港口。那这里面牵涉到这个时间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船运的时候，他们这家公司在做很多这种船运，包括但不是只有这个，它船到美国各方面都有。那现在就是说这个你需要很多的排班，那排班里面就是牵涉到每个港口，这个那它需要很多港口的资料，台湾的几个高雄港或基隆港的资料，然后利用这些资料，这边有讲，就是说利用一些资料，能够让你。因为这个有时候是跟空运连接的，有时候跟小孩连接，然后你要这些资料要能够配合你，所以你能够这个刚讲转运，对，可以很容易的转运到很多地方，但这个包括到日本、到哪里、到上海，那这个连接需要很多资讯，那但政府如果把这张资料开放，把这个多这个海关啊或者很多资料开放之后，它确实是可以让它连接。更密集，然后会，包括这个时间对很多的东西是很重要的，所以他们做的，就这是一个用 open data 蛮好的一个例子，但它也用到美国的一些资料，但不是只有，因为航运资料其实很多人都有，它包括对航运资料结合起来，然后可以产生一些，就判断这个24小时之内哪些船可以出去，所以一个船进来，24小时内哪些船。那这个房子跟那个跟苏老在讲的那个企业是在做，这
这个 case 是，就是他们是改善自己的业务，他并不是他本来做这个，他只是结合很多资讯，我们给他之后，他可以在他的工作中，包括这些问题，可以用我们给他，但他丢下了一个犯罪地点，这个犯罪地点是有点敏感，或这个东西就加了以后，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是不是质量怎么样。那这个他们也用教练的资讯，然后私下跟当时会去用到资讯，那这也是一个政府的好处的一个例子来做，用红点来做。然后他的号称呢，因为这样结果呢，他一年可以省3000万的钱做的一个训练费用，然后增加6800万的营收，这是他们自己的号称，他们自己所以一年之后成果就是这样子。这个蛮有趣，神讯科技在做那个，我这个我要到实地去看，他们是做农场，就是农场农就企农啊，企业农作的，就是他实际上是帮像身边的，就是因为像这种大厂身边的那种北方嘛，他们实际上是企农，企业就这些企业，他们会去外面找农，就是跟农耕啊，跟这些。然后去跟他们说，你就生产所有的，比如说运输所全卖，或者你生产所有的这个，因为用很多 lettuce 蔬菜，这种全卖，但是它是细毛下去，但是他们在这个东西，他要保管的话，很好，就是说他要去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他们那个货，他们因为每天需要多少货，他们上次可以要算，所以他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候要进来。所以要成熟成在前面，所以那这段时间掌握很好，就是一个植物一个农作物成长的时间，包括施肥时间，包括刚刚讲这个很多的天气的因素等等都要进入考量，所以它需要很多的资料来做这样的建立这样的模式，所以它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在农系方面，那这个公司就是可以帮忙做有很多 open data， 它可以去省会那个附近的。土壤状况，然后去产生一个最佳化的决策来做东西，来做农业耕种。那这样结果就可以保障那个货源，那个它就当然农药的问题，撒东西都该撒，那撒了以后多久都是农药才会到安全的那个，很多这种资料都需要，所以有很多的这种资料他们会需要，所以他这里有写，这里讲就是说他需要很多空间的资讯，很多气候的资讯。然后，他定位，他定那个农地的位置，然后他需要建立一些就资源管理决策模式，然后管理一大堆的物来决定这个耕种啊这些东西，然后产生一个较高的一个效率。那这个，因为我有实地现场去看，就他们这种智能管理啊，用这个 open data 做决策，包括做管理，其实是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下一点时间，我想我再讲一下，讲了半天以后，这个价值怎么算？这个其实牵涉到这个很多东西。